看肉佐在干啥？老年代步车。哟，人家这还是四座的。哟，还是四座，可以啊。然后你看。啊。还有后备箱，嗯，那个等相当的少，相当的相当的打不开，钥匙锁起来。你看这个是微型皮卡，这个车可以。上微型皮卡。充电的，嗯。充电车，嗯。电动车。微型皮卡。烧得很。我们把我们的房车卖了，我们开这个车吧。出去旅游是吧？怎么睡呢？怎么睡啊？嗯。将就睡。他一个是电线，一个线了。看看这边。那个电源给开机哦。哎，说哥，要不要叫那个老于帮我们加一，重新换一个那个外面的这个户外灯啊？户外灯不用换。或者是加一条？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没必要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吸的那个灯啊，嗯，我们车体哪儿都能吸。哦哦，对对对。对，和他们的车体不一样，他们三明治的那种车身吸不住，他们只能加灯。我们那个的话，我们坐在那儿，我们可以把灯放在那儿，随便放到哪个地方，对，随便放到哪儿都可以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还可以，其实还可以再挪过来一点，它只是因为这个灯的这个线不够长了，就让师傅看一下，要不行的话我们就加，就把那个线加长接长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往前挪一挪。就是最好就是再往前挪一挪，对，你要么就给我接长一点。看我们的未来的车手，未来的车手，来吧，搞个漂移。哇，太酷了，哇，太酷了。看，在于总的教导下，这是他儿子，以后咱们未来的车手，中国赛车手。咱们家水箱已经洗好了，现在拿过去要做喷涂，跟着过去看看。来这边先沥干，应该是沥干完了之后做喷涂，先让沥干哈。啊，沥干才喷了啊。好，那没得作用了。是的是的，来看看，这就完美了呀。这遮阳棚一放出来，差不多在这儿，啊，就可以彻底的把这个门给遮住了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漏雨进来了。咱们家下小雨的时候就可以开着门了，大雨除外啊，因为大雨的话，除非是像月龙他们那种车是在中间的，不然的话，但凡像我们这种，你掐着这个边。放这个遮阳棚，一下雨照样吹进去那个雨水，但是小雨就可以解决了。实时监控着半仙他们的动向，半仙他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，已经快到了。阿挺有点慢啊，阿挺还在后边，隔得有点远。这我们都随时监控得到。好开心啊，先停到这边呗。哎，先停。那边。哈喽哈喽。哈喽啊哈喽啊。停这边。停这儿呗。先停着。等。等会儿再挪，你就停这边呗。对。白天照把麻花照搞遍了。谁知道啊？对啊，他去厂里边弄车的时候，给拉花给换了。阿挺后边发现了个女人。是谁？他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到，再往后一点，回正，往后到，好，可以，
Hello Hello。快，小仙儿，快点。小仙儿，快下来。仙儿下来。现在突然变得害羞了啊！以前早就蹦跶下来了。你们从那边过来几个小时？两个小时四十分钟。在凤岗那边。那还是可以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啊，那是谁？快点！看看，娜娜。是谁？看看这是谁？妈耶！赶紧跑，赶紧溜了。哈哈。小心我又逮不住，又是个杀手啊？靠，这个小仙儿越发白了呀！去，他这个品种就是要、啊、这个灰的，灰白，对，白就不好了。仙儿，过来，又开始了是吧？杀手没是吧？哎呀，又杀手没了是吧？哎呀，现在长好看了。小胖子，一下就看出来了。小胖子，我还好吧？你还好，我还瘦了好几斤，还是吧。走到里边去坐着，看看瘦了没，喝喝茶。走，瘦了七八斤呢，喝喝茶。哎，他们有路亚的地方，去不去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找个路亚的地方，说是15块钱停个车是吧？有水有电，嗯，然后后边可以路亚。贵阳的好几个车友都发给我了，说好几个地方都能借水，今天还能钓鱼。对，哇，这味道好重。来看看我们这个水箱已经喷好了，是回水箱。然后那边是清水箱，还在喷，味道有点重。这个的话就是底盘装甲，它抗冲击，然后呢还能完全密闭。来，再看看这边，喷的比较厚道。好，然后我们的遮阳棚也移位完数啊完毕，然后现在我们开灯看看啊，看户外灯打开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上面那个红交给的，红的先放了，先放交了。好，然后让他们给我把上面的那个胶啊，全部都封好，这样的话就是不会有中间漏水的这种情况。这样的话我们小雨的时候也能用。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地漏，我们现在要加装这个地漏，去让我们的这个排水啊给它做到这个回水箱里面。因为一开始这个大同原厂的这个排水啊，它的水槽的水是可以通到回水箱里面的，但是我们的地漏洗澡的水是直排，所以这个其实就不太好，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就不太好，所以说这次呢也给它做改装。这是我们房车上的这个地漏，我们现在给它密封好了之后呢，装过去之后用这个胶管子过到这个回水箱里边去。一会儿要去吃饭了，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先把那个房车给他们安排了，停到那边有水，然后从这边厨房他们的食堂那边牵个线，停过来，停到那边去。来，挪车，那边直接就有水管，然后从厨房牵个线。到哪呀？就那儿，那个位置，离水管很近。那我们就全部都在那边了。对，到时候三台车都停那边。那可以，那告诉我们在一起了。他们先停过去嘛，停过去，他要洗衣服啊，加水啊，还没有修好啊。你能今天晚上能住吗？我要问一下老于。来，就停到这儿了。这边有水，直接，很方便，可以。来看看我的整个水箱已经装回去了。然后呢，给我把整车底盘全部都喷涂了。现在咱们家大白车体底下全黑。这个是进气，现在开始装这些了，要从电瓶上面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师傅刚刚买回来的，三通，是拿来进那个叫什么回水箱的这个接口，就用这个东西。
都是 PPR 关的。嗯。好，咱们家大白彻底弄好了，现在于老板下去检查一下。OK 了之后，我们就要把车开出去。一直在等着这个车弄好了，我们再去吃饭。因为这车要不弄好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住在里边了。因为晚上的话，这边这个厂房要关门，这些设备相当贵，得关门，所以说我们得赶紧的弄完了，然后停出去。好了，把房车开过来这边，咱们要等于总他们，然后先把这个水啊往里加一加，看看他们这个接好了没有，要做到有备无患。这个管子加一加。周总，你把那个车里边擦一擦，把小浪浪放到我们车里边吧，他老是在叫。啊，加点水。 look look 嘞，好，我们检查好水了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遮阳棚啊，打开了之后看看我们的遮阳棚到底在哪儿了，看到没？啊，没有在这儿。打开了之后，遮阳棚真正的在这个门这个位置，也可以了，也可以了。再往前的话就撑出来了，就看到没？可以，比以前好多了。以前打开的时候，遮阳棚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现在是整个可以正好正正的遮住。